大家好，我是 Steven， 今天教大家如何上下摆以及滑鞋动作。那我们在玩滑板的时候呢，建议大家穿着滑板鞋。接着教大家如何站在板上正确的位置，前脚的部分在前面两颗螺丝的地方，后脚的部分站在后面两颗螺丝的地方。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脚步动作。那首先我们前脚先上，站在两颗螺丝上面，那我们方向朝前。那接着当前脚稳固后，后脚上一样站在两颗螺丝上。当两只脚稳固后，前脚转为侧向。接着我们要教大家滑行动作。当我们要滑行的同时呢，我们前脚要转为正向，然后重心放低，后脚做一个push的动作。Sfioro l'idea di realizzare compositivamente una canzone da cantare in coro, però mi rendo altresì conto quasi immediatamente che momentaneamente sto da solo e per cantare in coro il